大冲，一座古色古香、大气磅礴的美学之城，位于中山市西南部，拥山揽水，全镇环着岐山而建，东临綦江，西靠西江，面积约40.6平方公里，辖9个社区和2个行政村。大冲四通八达，交通便利，西环高速、大南路已建成通车，深中通道、中阳高速即将建成通车，深茂铁路、南外环延长建，冲横路正加快建设，大冲将步入弯曲快速轨道，5分钟可上高速，15分钟抵达中心城区，1小时内可快速通达珠三角各大城市。大冲古称龙都，是中山著名的侨乡和文化之乡，民风淳朴，历史人文深厚，乡村文旅资源丰富。这里是广东省全域旅游示范区，有中国古村落、百千万工程省级典型选树、培育村安堂、保存完好的古庙宗祠、静谧的石板街、古朴的豪客墙，飘逸着沁人的文化气息。安堂、大冲、南文等村社区，连城龙都特色文化风貌示范带，大冲红木传统雕刻技艺、刘家泉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现独特魅力，有超2万米的极山、水、林、湖、田一体的卓岐山郊野公园，有吉本商旅于一体的千亩红木商圈，串珠成链，美轮美奂。大冲，产业支柱闻名遐迩，全国特色小镇，中国红木雕刻艺术之乡，中国红木产业集群名镇，中国红木家具生产专业镇，中国红木产业之都，中国牛仔服装名镇。潮涌大湾区，大冲正蓄势待发，竭力抢抓机遇，服务湾区所需。当前大冲镇坚持制造业当家，大力推动两大传统产业缩量提质、转型升级，正规划布局牛仔服装节能环保产业园、泛家具制造绿色发展产业园。大冲正全力推进辖区内低效工业园区改造，全镇南北共有1万亩连片工业园区，其中超2000亩工业用地将用于布局中山新能源产业园。大冲片区重点围绕新能源生产研发及其上下游产业、新能源整车或零部件产业集群、智能制造产业等多元化发展，打造现代产业平台体系，凤凰涅槃。未来可期，我们将以百千万工程为抓手，抢抓深中通道通车和中山建设广东省珠江口东西两岸，融合发展改革创新实验区历史性机遇，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，全面推动大冲高质量发展，封好正式扬帆史，奋楫笃行创未来，自力建设，山水相应，产城相融，宜居渔业，活力文明的美丽大冲，大冲欢迎您。